又来了，江村，这几天累坏了吧？你肯定没好好吃饭，我让妈给你熬了点粥，我给你盛碗。不用，什么也不用干。律师函我已经让律师影印好了，到时候律师楼见吧。江村，马月九没有爸也就算了，可是爸现在还在医院里，我们俩真闹离婚，不是让人笑话吗？你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吗？你都跟别的男人生了孩子了，你居然还要祈求我对你的原谅，你觉得可能吗？为什么不能原谅啊？我们俩是夫妻啊，而且你出轨了，跟那些女的不三不四的，我说什么？我追究了吗？你简直是恬不知耻。江村，江村，你难道忘了吗？我们结婚的时候你发过誓的，我们要永远相爱的，你都忘了吗？以前是我眼瞎了，但是我的心没有瞎。你们虽然长得是同样一张脸孔，但你们完全是两类人。你终于承认了是吧？你喜欢上了霍之对吧？就是因为他跟我离婚了。就算是没有霍之，我照样跟你离婚。就算没有霍之，你不会这么铁了心跟我离婚的。这婚我一定会离。咱们律师楼见吧。江村，江村。哎，小姐，你的东西掉了。回家了。你为什么又跟着我呀？你跟着我干什么呀？滚！不是你滚，你滚呀，你滚！这，哎呀，你这人，我好心把你捡起来，你怎么骂人啊你？你是设计，陷害我，现在你满意了是不是？你满意了是不是？你滚！不是你滚，你滚呀，你滚！你叫什么名字？小师姐，哎，你看，这是你姐秦英素吧？以后她的消息不用告诉我。来集合。你看一看呀。走吧。哎，小师姐这是怎么了？秦英素是你姐呀。哇！快点，快送我去医院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你怎么了？你不是要去公司上班吗？怎么改去医院了？你别问了，赶紧快送我去医院就对了。啊。这医生、病人全都看着秦英素那视频了，这都在那儿议论着呢。看见了，我本来想安安静静地解决这件事儿。现在倒好，整个秦岛都知道我江村有一个精神失常的老婆。你现在想怎么办呀？先把这些东西删了吧，想办法。好，现在就去。哎，等等啊，你帮我问一下王律师，如果秦一素真的是精神失常了，会不会影响我离婚？你怀疑秦英素可能是故意的，我不知道，想办法再说吧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呀，好好的看着老爷子啊。王律师那边我会沟通好的。哎，谢谢。
英素，英素啊，你倒是开开门啊！你说你躲在里面算怎么回事啊？我不哭了，英素，你开开门好不好？看这孩子在找你呢，你倒是开门啊！你别把自己关在里面。英素，你开门！妈知道你不想离婚，妈这就去找江村求情。英素，你开开门好不好？出来！您什么时候方便，麻烦到律师事务所来一趟，我们需要您签署一份文件。秦英素是疯了吗？他在家丢人现眼也就算了，现在网络上都是他发疯的视频，这让我们佳佳以后怎么做人呢？他以后不是江家人了。明天我去办离婚手续。离婚。哥，你想通了？哇，你真的肯离婚了？我当初就跟你说过，就不应该娶那个秦英素，你还不听我的。肯离婚就好，想通了就好。哎，对啊，你不会要多给他赡养费吧？这件事儿你可千万不能心软啊，哥。先不聊这个问题。你不要总是逃避问题。江总，刚才护士说你也没合眼，吃点东西吧。谢谢。哎，对了，刚才您电话响，我帮你接了，是一位姓王的律师打来的，说什么授权书？授权书？嗯。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？哎呀，我要是知道我哥会跟秦英素离婚，我签那个授权书干嘛呀？我哥知道肯定要责怪我了。什么授权书啊？你跟我去找一趟王叔叔吧。哦，不可能作废，要作废也得等老爷子醒过来。你无权作废委托书。那我自动放弃还不行吗？委托书上白纸黑字写着呢，你无权自动放弃，除非你在继承江家财产之后，按照法律程序来选择自动放弃。不是，这样不合理呀！我有自由，我为什么不能放弃？我哥比我会经营公司。我当时只是一时冲动签了字。王律师，您跟我爸是这么多年的朋友，我一口一口叫您王叔叔，您就不能通融通融吗？我通融不了。
我除了和你爸是老朋友，我还是个律师。那我爸要是一辈子不行，我这个东西还一辈子不能改了。意思是这个意思，不过还要看事情发展而定。我觉得你爸当初立下委托书，必定有他的用意。我当时怎么那么冲动啊？既然委托书不能自动放弃，你打算怎么跟你哥说呀？我怎么开口啊？这中间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我现在突然跟我哥说公司的经营权不归你了，由我来掌管了，太残忍了，我说不出来啊。可你总是要说的呀。这我爸要是一辈子不行，我难道要背叛我哥一辈子吗？他知道这些事情肯定要伤心死了。清者自清，我明白你是想保护你哥和江家才做了这个决定的。还是你懂我。